戴季陶是主任，副主任就是张申府，张申府的军衔是少校，所以当时的军事教官跟武器全部来自苏联。接下来我们再看周恩来。1923年6月，周恩来虽然已经入党了，但是他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是因为他受张申府跟共产国际的安排，所以到11月份他就同时兼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科长。这个经历很少有人强调，总是强调周恩来旅欧支部啊，但是总是想淡化他的国民党身份。我们这里特别强调，当时的周恩来已经成了国民党在海外华侨中的骨干分子，所以24年6月19号张申府提出辞职，他向戴季陶推荐他的弟子国民党党员周恩来回国接任他的职务。因为张申府跟戴季陶两个人，你知道我，我知道你，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都是国民党的，所以一看周恩来啊、哦，张申府一介绍，他也是双重身份，所以立刻就获得了戴季陶的批准啊，军衔少校，请记住啊。回国以后，周恩来立刻就回国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军衔是少校，而且戴季陶居然为了拉拢周恩来，还给周恩来汇款。寄了路费，所以周恩来是拿了官差坐船回国的啊。1924年11月，这戴季陶转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新成立啊，广东大学成立成中山大学校长，他就辞去了政治部主任一个职务，这个职位，同时他推荐副主任少校周恩来接替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所以周恩来是1924年11月接替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晋升上校军衔。到25年2月，周恩来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这是蒋介石的安排啊，因为蒋介石当时看待戴季陶跟周恩来、张申府国民党的身份跟推荐，所以就把聘请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这个时候就参加了蒋介石领导的几次战争，有了军功以后就晋升为国民革命军少将，这是周恩来第一个获得啊将军的职称，少将。所以有些人在自媒体上说什么周恩来在归国途中揣着一封秘密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斯大林密友基米托洛夫啊，派遣他到黄埔军校见鲍罗廷啊，鲍罗廷二话不说就推荐为他政治部主任，授予中将军衔。这一说法在海外自媒体非常盛行，但是我特别告诉大家，完全不符合事实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原始档案证据，所以自媒体上，特别是法轮功的很多什么啊网站上，对周恩来的这种描述完全不符合事实。8月8号，周恩来舍弃了留法女友张奚若，跟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的秘书邓颖超结婚。从此以后，周恩来彻底的在国民党中央和黄埔军校站稳了脚跟。这个就是张申府作为周恩来的引路人跟贵人，回国接任
然后蒋介石拉了周恩来一把，让他参加了几次军事行动，使他从上校晋升为少将，然后就是跟邓颖超结婚。邓颖超是老国民党创始人何香凝的私人秘书啊，妇女部的秘书。由于这几种关系，我们看周恩来的遇到了三个贵人，第一个张申府，第二个蒋介石，第三个邓颖超，这才保证了周恩来在国民党中央跟黄埔军校还有共产国际当中稳稳地站稳了脚跟，获得了彻底的国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两方对他的信任。根本不是什么鲍罗廷、季米托洛夫给周恩来写推荐信，也不是什么一上任就任命政治部主任给中将军衔，纯属扯淡啊！周恩来参加了蒋介石的几次军事行动以后，才获得少将军衔。很遗憾，我没有查到周恩来什么时候获得中将军衔。啊，1926年3月20号，蒋介石和当时的苏联顾问，汉语名字叫季山家，根本就不是鲍罗廷，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季山家关系闹僵了。这个季山家，他的哥哥就是当时苏联时期的第一副总理古比雪夫，斯大林的铁杆。但是在1938年斯大林大清洗的时候，古比雪夫却成了反斯大林一派啊干将之一，被处决了。为了防止苏联顾问啊，1920年3月，为了防止苏联顾问季山家策动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发动政变，蒋介石抢先一步派欧阳格、陈兆英占领了中山舰，包围了苏联顾问驻地。这个时候的苏联的顾问负责人是季山家，当时的苏联驻地里的顾问之一有鲍罗廷，这时候才出现鲍罗廷啊。所以呢，欧阳格、陈兆英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扣押了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共党师生和第一军里的中共党员。当然，因为周恩来跟季山家积极主动联系，和他自己啊，在张申府跟戴季陶劝说下，让他立刻宣布写一个脱离共产党的声明，既可以保持一切。他没有干啊，他不想放弃共产国际跟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反而放弃了国民党的身份。因此呢，季山家就在跟蒋介石密谈的时候，曾经要挟蒋介石啊，告诉他说，政治部的这几位，戴季陶啦、张申府啦、周恩来了，都是我们共产党的员啊，所以这个威胁给了蒋介石很大的一个印象，他急切的希望能看到周恩来立刻宣布退党声明，因为戴季陶也是共产党的组建人嘛，张申府也是，所以当时蒋介石对他不是很看重入党这个事儿，共产党这个经历，写完退党声明就完了。可是他没有写，反而神秘的脱离了，脱离了广州。因此呢，后来中山舰事件在中共党史上一直被喋喋不休的说，几乎等同于跟412这个政变相提并论起来，那是因为断了周恩来在国民党中的这个政治生涯。所以我们这一期介绍周恩来上位的大恩人张申府和使他走入军队的成为国民党少将的蒋介石，和他在国民党中央站稳脚跟的邓颖超啊，这都是他的三个贵人，但最主要的是张申府。
这就说到周恩来，其实他一生中有非常多的神秘的历史事实都没有解禁，也不许研究。那么我们只点一点，你比如1937年4月27号，毛泽东命令周恩来去西安面见处理西安事变问题的顾祝同，国民党高官，因为顾祝同是要跟杨虎城谈啊，请他离开陕西啊，出国啊考察，处理西安事变问题啊。那么毛泽东就命令周恩来去，结果周恩来带着十几个人骑着马，刚一出延安，神秘的遭到了一股地方武装的刺杀，啊，周恩来一见阵势不好，骑马掉头就往回跑，结果他的警卫跟随从多一半都被打死，啊，给他断后都被打死。周恩来返回延安以后惊魂失措，立刻拍电报给顾祝同，说他遭到了袭击，结果顾祝同非常震惊，啊，因为在当时没有任何武装敢袭击国民党，也敢袭击共产党的军队啊！他们已经是国共联合了嘛，而且当时周恩来他们这是可以说是名正言顺到西安，所以顾祝同就立刻向蒋介石汇报，结果蒋介石就决定派专机去延安接周恩来来西安。来西安以后，同时戴笠在陕西的情报系统立刻展开了秘密调查，结果居然发现这股神秘的武装是接到了延安某个人发的刺杀密令，他们居然不知道被刺杀的对象就是周恩来。所以后来周恩来到达西安见到顾祝同以后，那么顾祝同就把这个调查结果通报给了啊，非常担心他在延安安全，回去路上安全。那么周恩来非常聪明，他本人得知结果以后讳莫如深，不再跟任何人提起，所以到后来他找了个机会离开延安，去了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是吧，长期在外，不在延安待着，既是远离政治中心，也是保命之举，是顾祝同当时对他的一种劝告，让他远离是非之地，保命要紧啊！所以他在短暂的在延安期间，刺杀者跟被刺杀者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从来不对外声张。所以周恩来几乎是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我们至今也很少看到有中共党史文章回忆录提起这个事情。而这个事情原始档案调查结果保留在国民党的国史馆啊，有戴笠的调查全部的详细汇报，所以这只是事件之一，也是某些人啊，或者我们直说吧，也就是周恩来跟毛泽东一生当中的矛盾纠纷你死我活的第一场交锋。因为以后的交锋，你比如说皖南事变，是吧，那是典型的对周恩来清君侧啊，因为这种毛跟周之间的这种斗争经常是血雨腥风的，又经常是默默无闻的啊，暗中较劲，所以这类事实太多，我们以后找机会再说。那么今天我们核心介绍的就是周恩来最大的恩人张申府和他的另外两个恩人，使他成为国民党军少将的蒋介石和邓颖超，使他在国民党中央当中站稳了脚跟的啊。所有自媒体上对周恩来什么季米托洛夫派来的，什么一到任就当了国民党中将，诸如此类的神话都是谣言，完全不符合原始档案记载和历史事实。谢谢大家。
在本节目结束之前，如果您感到满意，请订阅本频道。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每天努力制作节目的最大支持。让我们一起传播真相，了解世界和中国真实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进程。谢谢大家观看。